下平生缘，一夜扁舟恋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眼波涟。故人久未见，分时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。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侯爷，请问俘虏如何处理？子女平安归来，寡人的心病自是不药而愈。就是来得太慢。别了，快来救人！太子恢复途中马匹受惊，马车翻入水中，不幸身故。你其实很清楚，这场意外实际是意料中的结果，不过是潮水退去，让对手水落石出。韩国相国张开帝奉王上之命迎候秦国使者。不好了，大人遇刺了！这些攻击还是留给秦国铁骑吧。新的使臣已到达新郑，他与韩兄颇有些渊源。秦国使臣李斯，见过九公子。师弟对此案有何看法？昔日秦韩战于浊泽，谋士陈轸令楚国假意施救于韩，使韩国不助秦攻楚，招致大祸。看来有人欲行当年陈轸之事。当年韩国误信楚国的示好，如今韩国以诚相待，天泽的计谋怎会得逞？若韩国做到了以诚相待，我又怎会站在这里作为对手与师兄重逢呢？还记得当初你我分别时说过的话吗？不能因为顾虑同门而手下留情。哼！秦国使臣李斯觐见。我由渡桥经西门入新郑，那里热闹不凡，似已无人记得前任使者秦国使臣正是在那里遇刺。韩国一向以礼事秦，这等意外绝非寡人所愿。凡诸侯之邦交，岁相问也，音相聘也，事相朝也。秦国遵循周礼，遣使相聘，韩国却未尽保护之责，这就是韩国待秦之礼。白月余孽，善使妖术，我们必定倾力缉拿凶犯。天泽入秦王宫，
绑架太子和公主。公主虽然有幸得救，太子却依然丧命。姬大将军的亲力解决，听起来倒像拿天泽没有办法的借口。你，如果韩国无力单独剿灭天泽，大秦铁骑愿助一臂之力。故此聚兵边境，蓄势待发。韩国的事当然由韩国自己解决，秦军不邀而至，兵戎相交，帮忙是将，只盼反客为主是者。现今楚人虎视眈眈，如果秦韩交战，无意鹬蚌相争。使臣御赐于韩，秦国若无动于衷，天下以为秦国可欺。但是如果王上愿意纡尊，亲送使臣遗体归葬咸阳以表诚意，秦国可既往不咎。古语云，诸侯相送，故不出界。王上送秦国使臣归秦，与理不合。韩与秦并列诸侯，同为一国之主，岂能屈尊护送，为天下耻笑。虽并列诸侯，却有分别，为阙有朝，为纠居止。韩固然为国主，但联合赵、魏三家分晋地而得之，而秦王乃受命周天子封赐世袭王爵，贵为正统。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晋之衰亡，韩魏赵三国立，非仁义，乃为天道。李大人虽宣扬秦国受周天子之正统，但大周却灭于秦，贵国文信侯吕相可是亲手终结了大周的王脉。看来在秦国眼中，对这份正统可谓弃如敝履。如果王上不愿屈尊入秦，那么还有一种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当年齐桓公帮助燕国得胜后，燕庄公亲自送行，相谈甚欢，不觉送入了齐国边境。齐桓公深感失礼，于是将燕庄公走过的地方割让给燕国，传为家谈。韩国何不效仿五霸之典，允诺以秦国使臣遇害地点为界，割让土地给秦国。此等诚信，必能赢得天下美誉，平息兵戎之灾。割地。割让土地。秦国使臣从咸阳到新郑遇害，走了几日？十日左右。十天之内解决不了这个案子，就依大人所言。老九，你说什么？此话当真？既然以时间为限，如果破案早于十日，相应减少割让土地，是否公平？这个自然很公平。从咸阳到新郑走了十天，这十天里有五天是在秦国境内，而五天是在韩国境内。如果案子少于五天破了，是不是相应的秦国国土也归韩国所有？
城里来了一群行踪神秘的外邦人，他们在秦国使臣前后进城，但又不像是同一行人。行不逢影，影不离行，一形一体，八面玲珑。八玲珑，八玲珑是秦国顶级的杀手团体，顾名思义，是由武功、外貌、个性迥异的八个人组成的。传闻他们之中有人极其贪婪，每次杀人尽扫值钱之物，有人更以杀人为乐，活活折磨他人致死，尸体惨不忍睹。几年前，嬴政派一母兄弟程角领兵攻赵，想不到程角趁机造反，失败后逃往赵国。那时负责斩草除根的正是八玲珑。这么重要的人物不会轻易离开秦国。值得八玲珑集体出动的目标，一定是个必须要死的人。那里多久了？没有更新的夜晚是否愈加寒冷？关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，未播彩蛋独家揭秘，劲爆壁纸一手掌握。
还可以提前预知精彩剧情。到我的怀里，一解你的等更之苦。谁的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情话风和美，斗篷拂过窗沿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鼻尖，灯下断烟无眠，提笔难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唯有观念，红叶拾起被谁偷去，香山残雪化风人守白卷，你身后风吹一夜，断竹间四声告别，莫为剑昨日里层层凋谢，想惊醒我的鼻尖。游戏尚未开始，师弟怎知结果？人生可不像游戏，若输了，就没有机会再来一局。